婚闪失，为见所有人为善见相，在拆除工作进行进程，带着东潘举旗离开。依法对二手不明残次违建扩建的部分进行拆除作业。争议真久的丽水撇粉闪失，违建建筑26号执行强制拆除。副馆长林明如担任指挥官，拆除作业估计在一礼拜内全部拆除。县府相关单位全力会勘，也同步实施交通管制，执行拆除作业维护安全。啊，咱这片土地是较早咱丽水撇粉三期吼，咱遮施工所拥有，啊，透过建商吼、相关的遮程序吼，煞去予领去，啊，果不其然，伊就继续啊做一挂吼、中国的这个所谓的爱国宣传，啊，这对咱台湾人民吼、的感情吼、伤害，啊，对咱这片土地吼、都无珍惜，所以咱透过建筑法优先拆除。以这片哈违章建筑，期许啊恢复咱二水这样的永远的这个宁静。李明仁吼，来咱家干用迄有清洁的哈，啊个放迄义勇军吼，对阮二水带来极大困扰，卡掉对阮二水是百姓是只有说百姓欢腾啦。来拜托恁大家哈，咱大家手牵手啊，啊当互阮这片分是搁再点点起来。撇粉闪失违反国土安全、环境安全和建筑法规，进行拆除作业的建筑物总共有5000平方公尺，对正殿的建筑物还有后殿左右厢房，出动大小怪手17台同时作业。县府严格管制各方团体，无论是声援县府拆除作业，或者是反对人士，拢隔开伫个管制区以外，互拆除作业顺利执行。公益频道是谢昌、张华韵、李水采访报道，关怀电台台语配音。